Hello，大家早啊！今天是7月21啊，星期四，天气呢是一个晴天。那今天呢，主要工作呢还是整理那个行道树被砍下来的枝干呢，掉落在果园区的部分呢，整理完。今天的工作就算告一个段落，接下来就整理庭院里面，砍下来的枝干，以及留作柴火的部分呢，可能也要给它做一些处理啊，比如说给它站好啊，堆立好啊，比较整齐吧。啊，这是今天的主要工作，那其他的呢，也就乏善可陈了。啊，反正今天的工作原则上就是主要就只有这些，啊，做完就可以好好休息，毕竟天气很热的，做起事来满身大汗也是挺难受的。好了，我们赶紧上工。我的香蕉这边已经到了两性花的时候，所谓两性花就是它的香蕉呢，也是可以结果。但是它的果实呢会比较小，称之为两性花。那两性花后面就是雄性花，那雄性花其实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那这是香蕉本身开花的过程里面，只有雌花呢会结成比较漂亮的香蕉。那我们正常在砍的时候呢，就是砍在这个现在已经出现了两性花的下面，就把它去掉。那这样呢，你的这个雌花所结的果实呢，就会比较漂亮。OK，这是我们的北郊。